这两年，大疆的 Avata 无人机受到热捧。这款四旋翼飞行器可在手动模式下，以第一人称视角做穿梭、翻滚等花式飞行。于是就有位玩家操作 Avata 在河面上穷追一只水鸟，但跟着水鸟做右转弯时，竟突然失控向水面掉落。好在触水前改出，有惊无险。 还有人在公园放飞时，原本一切正常，可是，在做左转弯掉头动作时，却莫名其妙坠地炸机。由于这种死亡掉头现象在 a v a t a r 上多次出现，令网友怀疑该机存在某种设计缺陷，但更多玩家坚称从未遇到，认定是技术教菜导致。那么，死亡掉头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观察 a v a t a r 无人机，发现它的弹性螺旋桨保护圈能减弱贴近桨尖的向上绕行涡流，使桨叶的诱导阻力减小。 同时，吸气流贴着涵道唇口进入，又制造腹壁效应，使唇口获得额外升力。因此，前飞时，由于来流速度提高，桨盘升力增大，还有保护圈的额外升力，就造成螺旋桨需用功率比悬停时减小，能以更低转速维持平飞。因此，桨叶制造的涡流下洗速度变得更慢，前飞时会以较小的下洗角跟着桨盘移动。 转弯中，如果机身纵轴始终和弯道切线重合，那么这四股涡流并不会造成扰动。但压杆转弯时过度打舵，使机头快速内偏，则弯道内侧的两个桨就会绕重心快速后移，正好陷入两个后桨制造的涡流里。而这两股涡流在中间都是向前运动，对冲迎面气流，形成强烈湍流，使进入其中的螺旋桨失速。于是这个四轴飞行器变成了单侧处理，一个侧翻就炸机了。 所以，艾维塔死亡掉头其实是前飞时桨盘出力和滑流下偏角都较小，且后桨滑流形成的湍流更靠近尾部，才导致了掉头时单边失去动力。既然如此，这种情况又该如何避免呢？想解决死亡掉头，我们可观察飞机转弯来寻找方法。当飞机向左压杆倾斜，升力就形成向左的分力，该力驱动飞机向左做圆周运动。但如果蹬舵没跟上，机头没有同步左偏。 则风就从左前方吹来，飞行员感到机头在向弯道的内侧平移，这就是飞机在做内侧滑。但如果大力蹬舵使机头过度那片风又从右前方吹来，飞行员觉得机头正向弯道外侧平移，此时飞机在做外侧滑。这两种侧滑都导致机身侧面迎风阻力增大，空气动力性能降低。从地面观看侧滑转弯会感到十分蹩脚，因此稍微正规一点的飞机都有个侧滑指示器。 做协调转弯，则弧形轨道里的小球正好在中间。压感过多而蹬舵不足，出现内侧滑，小球便被离心力推向转弯内侧；反之，压感不足而蹬舵过多，出现外侧滑，小球又被离心力推向外侧。因此，小球跑到哪一边，就踩这边的方向舵，始终让它保持在中位，就可实现杆舵协调转弯。飞行教员称之为踩球，而更简易的办法就是前风挡粘绳子，通过观察侧风来向。 同样能准确蹬舵修正侧滑，所以踩绳子的方法在大疆 a i t a 这种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器上也可借鉴。给镜头前粘根麻绳当做侧滑指示器，压杆转弯时向侧风来向打方向舵，即可保持协调转弯，从而避免陷入涡流炸机。此方法虽然有效，但对稍有经验的玩家，这纯属脱裤子放屁。因为转弯掉头时，只要让油门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，就可有效增大桨盘滑流的下洗角。 使机尾湍流远离，这样无论侧滑角多大都不会炸机。因此，死亡掉头并不是 a v a t a r 的设计缺陷，只是由于玩家不舍得多给油，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导致的。当然，有人提出将四个桨叶反向，即可减弱机尾湍流，从而避免掉头炸机。 但这又造成前后两个桨盘交汇处的增强滑流向中间对冲，使机腹附,附近湍流增强，更容易导致飞行器下降中陷入涡环而洗桨抖动。因此，经权衡利弊发现，既要爽飞又要不炸机，最合理的办法就是转弯时大胆给油。如果你大油门转弯还出现死亡掉头，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，五十元包邮收购你的 Avatar。